开始吧，站直哟。对，半蹲，半蹲下，然后拿着东西。对，嗯，好，没关系，先调整好。先站直，站直走吧。嗯，对，很棒哦。来，把腰挺直一点就更棒了，好不好？把腰挺直。腰呢，宝贝儿？对对对，好棒。对，放松一点。对，把屁股带上。怎么？快递来了。走。下楼梯的时候不能摔哟，摔了的话你的东西都会坏哟哈。对，一步一步的，慢慢的去。我给你一摞子，妈妈怎么说的，宝贝儿？站直呀。对，好棒，走。我的外卖。好吧，退货了，不要了。那你装进去还是走？自己装。拿走吧。屁股带上啊，豆豆。哎呦呦呦！来来来，拜拜，来来。嗯。好，你站好啊。好的，慢慢的过来哈，宝贝儿。还有一杯奶。要的。然后就到了。好。看一下地图吧。好的。看到了没有？看到了，马上就到了。就十几分钟。嗯。十几分钟，马上就到了。好的。离你很近了。好。你的家在哪里？在你面前。给你送了一杯奶茶，谢谢宝贝儿，谢谢。嗯，你看一下吧。嗯，两周。嗯，这个好丑。我是电视头哎。电视头就这样的呀？对，这是超级非常那个朋友那个娃娃。哦，好。哎。